睡公主瞓十二日，朱古力吊命。睡公主中咗巫术，要王子石先醒得翻。英国曼彻斯特都有现实版嘅睡公主啊！十七岁嘅玛吉患咗俗称睡美人症嘅克莱因莱文症候群，一瞓着就点都整唔醒啦。其周其在，佢会无意识咁起身食糖同朱古力吊命。佢试过连瞓十二日，连考试、圣诞，甚至自己嘅生日都 miss 埋啊！其实呢种病系罕见嘅神经系统异常，全球得一千个患者，多数都喺青春期发作，但系超过七成嘅睡美人都系男性嚟噶。